休息好了其他病都好了，自然康复。好啦，我哋听过咁多咁多嘅朋友同埋弟兄姊妹牧师嘅对教授嘅一啲鼓励啊，同埋分享。咁而家咧，教授咧就要藉住呢个时间咧，系要多谢各位嘅，应该轮到教授啦，嗬。教授，你分享下五十年有啲咩感动，同埋你嘅人生理念、人生心路历程。阿教授會去每一圍裏面去同你哋影張相啊，即係好似人哋飲酒嗰啲咧，係咪敬酒嗰啲？即係要有回禮啊嘛，係咪？我哋唔可能話個個都恭喜曬佢咁去坐喺度接受我哋咁多嘅福分，係咪？咁我哋攝影師，我哋嘅準備下，阿教授會去每一圍去同大家去影個相啊，同我哋慶祝一番嘅嚇。咁第一圍先。大家一齊起立啦！我哋飲杯先啊！第一位啊，飲杯飲杯！未開啊！呢邊第二位，而家先搞清楚。呢邊咧，呢邊第二位。第二位嘅朋友，我哋準備啦噃。水袋有。有情飲水飽，有情飲水飽，幾好啊！祝你身體健康，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，大家都係咁樣一樣。第三位，蘇牧師，蘇牧師嗰位，蘇牧師嗰位。第四，我哋都選呢一位啦，係啊，呢一位嘅呢位，影下呢邊。有杯。快高獎牌，快高獎牌。